安，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件真的很早就该做的事情，我等超久了，三年，终于要开到 S14 了，签证终于发起来，然后今天终于可以开去试了。所以我们话不多说，往那边走，走。嗨，培智，我跟你讲，我把在前去写电脑之后变得很屌，它的冰箱反应现在超好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到了，嗨，报告。到了两个小时，车发不起来，对，车发不起来，原来是能发还不能发、啊，能发，现在能发还会动啊，哎、欸，拆下来了，还好拆下来了，他本来这个装太大了，撞上去，然后框会弄到，对啊，然后一出去就唰唰，对啊对啊，所以还要换回来。嗨，哎、欸，要跳啊，要跳转机，三，所以你要录影啊，我们现在隔一天，我操，还是没有引擎盖。他们现在开回去了，那我要拿相机追焦。阿乱走喽！干这烧耳，他怎么跟子？他的刹车偏掉啊！哇操，跟我啊，这就是我的刹车啊！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干，那他呢？好帅哦！慢火慢火。OK， 我们现在来试车，我第一次开到这台车，他妈超爽的。OK， 走了。然后因为现在只是初步试车，因为很多东西都还没调好，你看电脑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基本上增压什么的都还没有去写过电脑，就真的是这次是第一次发车，什么都没动，我直接不行，我要开，我就来开了，等于那个师傅现在超傻眼超紧张了，他超怕我把它开坏了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差不多转速在两三千那边就要换挡，不然他增压增起来的话应该会超压，因为电脑没写，庆祝一下。年了，十四终于他妈上路了。对，三年了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牵回家，头是顶在顶的，要回着开，我才能开的 S 十四。我现在终于可以正常的开它了，快排，他妈超屌！你看，就这样而已。干，我看不懂哎、欸，超屌。它是不是就跟手排一样，只是变很短？就很短啊。干，好屌、哦！我现在二档、三档一样回来，再直接上，就是三档啊、哦。你感觉出来就对了。对，你可以听到那个涡轮声。感觉泄压超猛，有够明显。好屌哦！它是一条完整的 S 四，对，完整吗？烧引擎盖啊，完整的。有，现在有了。我操你！它现在只是初步的可以开了，可是这样也算是新车刚上路了吧？等于是新车上路啊，超猛欸！我们等于是因为今天是第一天能够在路上开，对，所以我们终于开到它了。我现在在流泪，你知道吗？快哭出来，我真的快哭出来，超好笑，抓着你的椅子，走走走，好了，你看那个哦，这是手一压手刹，现在不能刹，对，现在对啊，你看这条离合，你看这条离合比速跑好放多了，来、啊、你看、哦，我没有补油门，哦，我没补油门。对，比速跑好放。哎、欸，这样是不是跟日本租车那种什么？比那个再难一点点而已。R32那种的。比这、哦、比那个再难一点点而已。帮你拉。过来，干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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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片四的这台应该没有啊，这台车接下来还有一段路要走了，没那么快。由此可见，这台车还有很多东西要收尾。所以阿伦刚刚是坐这里哦、喔，没有，他坐后面这边。我靠！希望
下次回台湾就有机会交车了。对。嗨，我们跳转到台北。你看现在才2:17，我们一点出发的。我跟你讲，报告，他刚刚说有个铁厂下面没东西啊，但是看起来这条这里这条看起来就有料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12小时这个500块，这好日本哦。哦，七二零，哎，七六，我操，我操，这里有哦，我操嘞，而且绿色的，右边是橘子绿色的，哇，绿，哎、欸，真的深绿，然后 DB 11。76 VLT， 你说什么？你说这辆是哪样？为什么这边有车啦？我讲错了。干报告是，报告傻眼，这什么东西？964，不知道是什么套件。Turbo， 站，敞篷巨野超屌的，不知道是不是500。是啊。哦，超屌，完全没接触。对啊，超漂亮，这感觉日规。他的那个标也太帅了吧？哇，超屌的，感觉像赛车贴。哎，还有蓝色204，好恶，报告。还有这个报告，对，还有这个报告。M6 四门的 ，M5 哦 ，M6 哦。哇操！这太屌了吧，手牌的。哎呦 ，M5 嘞，要修嘞，这是 M5 吧？139 M5，什么情况？好屌哦！你下什么东西？好帅哦！哇塞！然后这个，这不知道什么奇葩套件的加州，他也敢同意耶？你看，要修嘞。哦 ，i8 敞篷 Safety Car， 哦，好漂亮哦。尔兰160 M5 哎，好漂亮，这什么东西？M5。那还有阿鲁 P 呢 ？C 什么 ？C32， 所以这是 C5 啊 ，C5，好，所以C5很少哎、欸，其实，这里还有一台155，哇，看起来超帅，这是什么 ？C200， 155，1303哎、欸，而且它挂四车牌，你看 ，Nice，OK，、okay,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桃园松山国际机场，松山机场，对，靠北澎湖机场，我要再回一次日本了。这次回去就很久才会再回来的。你到底来干嘛？来跟你们 say hello， 看一下我63，然后把5机箱帮弄爆，然后跟台湾 say hello， 跟台湾说拜拜，抱歉。为什么好像几个礼拜就来这边一次？因为确实啊。效率组，我们现在在到日本了。然后我跟你讲，超屌！我刚看到那红色 G63， 我想要去看一下，好屌！你看这颜色，红色的 G63， 要修。好，我不知道是不是63，它旁边没贴，但是很帅。我有看错吗？这是马丁吗？这是马丁 DB5 哎、欸，哇操！回东京第一台看到的屌车是 DB5， 太屌了！等一下看能不能拍他的车头，但是我觉得难了，但是好帅，好屌！应该拍他的车头看一下，有价的哎、欸！妈的，好屌！来给各位观众看一台车，来了，开过来了，在这儿，这是 Jeep 的 Trackhawk， 好帅哦！来跟不知道的观众讲一下哦，这是 Jeep 的顶规的车，叫做 Trackhawk。它是用地狱猫的引擎，707匹马力，除非它年份再更新，那有可能到780或是800多，反正就是最基本一定有707匹马力。你看上面写 Track Hawk， 我原本在美国待过一阵子，我那时候是开 Jeep 的 Track Hawk。完全爱上那台车，它等于是美国做出来的 Urus， 很漂亮。后来来日本之后根本不敢买这个，你看这车这么宽，这车比我的163还要宽，然后又贵很多，所以就没有考虑到这台车。但是看到还是好感动哦，终于在日本看到路上了，终于在日本路上不是在大黑那种看到 Jeep 的 Trackhawk， 真的是一台屌车耶，好漂亮哦。嗨，哎，我剪片剪到半，我发现阿伦有那时候改气压的时候有一个片段是我没放到了，干那个哦。好啦，你去看片段啦，我要吃饭了，拜拜。这个就是我要装的气压系统啊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在 Panda 台南名店装的，所以它有那个 logo。然后这个是4个气压，虽然是买二手的，可是我觉得它用半年而已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你看它有，它是4轮独立哦，蛮屌的，可以四个避震都个别调整，有4个记忆。阿装那个6个，它那个太屌了，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我可以拿在手上就。直接按超爽，前主人有加装鱼眼上座，就两个都有加装鱼眼上座，期待把这个东西装在我的车上，不是装在这里车上，是装在我的车上。哇哦，对啊，我在这边花2小时等一台，看他终于交车，操你妈逼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看，我下次我想要我要吃这个。我他妈傻眼呢、欸！观众不知道，我在日本超爱吃蛤蟆寿司、啊，超爱。看到说，哎、欸，台湾有哦，有啊、不早讲，我不然有一只。哇，之前我们去一个那个酒店停车场，他就是说，还有，我觉得这好屌，屌到爆，我就说哦，最好是啊，一下去63 BS。我操嘞！就是他现在那台。妈的我真傻眼。接下来阿庄的节目就是回去交易，回去交某学校狗，回去交。会有说还有谁要去之类的吗？不知道、欸，反正他没钱。我说我们很常来这边。我什么？我看你要你。